要上这个就是第八课。那第八课啊，这个在此之前，我们再复习一下我们到底上过什么东西好了。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已经非常确定，就是如果你要做一个人工智慧模型啊，第一个你应该非常清楚，它本质上是一个数学模型，这个你这个是基本常识啊，你应该要知道。那第二个你要知道的是有三个步骤你需要决定，第一个是预测函数你要决定，那第二个是损失函数。然后第三个是这个如何去优化它，去求解啦。那求解我们现在都用梯度下降法，它也蛮方便的。那预测函数，现在我们主要要学的都是预测函数。那我们还记不记得我们的 data 总共有哪些预测的种类需要去学习的？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好，我们这里总共有 AMI， 这个 AMI 啊，总共有三个类别，大家可以看一下哦。Table AMI 的时候，它总共有 Not AMI、Non STEMI、STEMI， 总共有三个类别，对吧？那 K 就是钾离子，钾离子的话，它是一个连续变相，连续变相用线性回归嘛，这个我们已经学过了，这样可以吧？好，那 LVD 是0跟 1， 这是一个二元类别变相，上节课我们学过是用逻辑思维规。对吧？把这个负线大到正无限大之间的值转成0到 1， 那之后就可以进行 work 了，这样对吧？好，最后还有一种，就是经过642天没死，经过3天没死，这个碳跟 death 的这个就是组合，这个我们下一节课才会教。我们今天想要教的是 AMI 这种超过两个类别的。这个就是超过两个类别的类别变相，我们要做多类别的预测。好，在我们开始以前呢、啊，我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啦，就是这个是可以加分的问题，就是你认为啊，你现在已经知道二元类别变相的输出是一个零到一之间的几率，你认为三个类别的输出它应该是长成什么样子啊？有没有人要提供意见的？来，有没有人要举手？二元类别是0到1之间，那三个类别呢？三个类别应该长成什么样子？输出应该长成什么样子？不见得要完整的答案呢、啊。有没有人想要发表一下意见的啊？哇，没有人想要发表意见，没有人想要发表意见，点名好了、啊，婕妤讲话，婕妤我只认识你啊。这样的话，你觉得输出应该长什么样子 ？No idea。就是我们现在 x 丢进去长什么样的不重要嘛，对不对？那它输出应该我要怎么去描述这个三个类别到底是哪个类别这件事情？啊，没关系，你们听不懂，那我现在要讲答案哦。好。我希望输出是长这样子的，我希望输出第一个类别的几率是多少，也希望输出第二个类别的几率是多少，也希望输出第三个类别的几率是多少。怎么你刚刚有想到，你怎么不回答？你是假举手啊，害羞什么？你是分数加太多了，已经不太 care 了，是不是？好，你要输出这三个几率，对不对？好，这样子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有没有人要讲的？输出三个几率有什么问题？或者有没有什么条件限制？好，没有人想到，没关系，就是这三个数字几率，它们必须每一个都介于0到1之间嘛，对不对？这个很确定的，这个跟前面那个逻辑思维规的那个限制是一样的，都必须介于0到1之间，否则怎么会有几率呢？对吧？第二个是。他们三个加起来要是一吧，如果三个加起来不是一的话，这样不是很奇怪吗？然后总共有 ABC 三个可能性，而 A 的几率是 80%， B 的几率 70%， C 的几率 60%， 这样到底它是哪一个啊？当然你还是可以选大的啦，对，但是就很奇怪嘛，很怪，对不对？好，所以你现在已经了解了，如果今天一个 input 进来以后，我需要一次，如果它今天是一个三个类别的预测任务，
我需要输出三个类别分别的几率。所以这个跟前面的我猜你们会没有办法想到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之前我们的输出都是一个东西嘛，对不对？就是我们 x 进来之后算出一个东西就出去了，对不对？那你们可能没有想过，其实可以输出三个东西啊，没有人规定只能输出一个东西啊，对不对？好，当然了，就是其实我在这个第四课的时候其实是有讲，我觉得线性回归啊，它其实是可以输出一次输出多个 outcome。当然我不确定，就是这边我记得上第四课的时候很多人确诊啊，所以上课了也没多少，那我也不是很确定你们回去有没有好好看。那其实那边是有答案的，就是线性回归本身就可以输出很多 outcome。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线性回归的方程式，好，这是线性回归的矩阵式 ，y 等于 xb 加一。好，为了避免大家这个就是反正 confuse， 那我还是就是再解释一次这个是怎么 work 的。好，你想想看啊 ，yi 线性回归的标准形式是不是 yi 等于 beta 零加 beta 1 x 1，然后再加上残差，这就是线性回归的标准式。这样可以接受吧？好，那你现在看哦 ，y1 是不是等于一跟 x1 和 beta0 和 beta1 这两个的内积？两个内积什么？一乘以 beta0 加上 x1 乘以 beta1， 再加上这个，所以第一行是不是就是标准的线性回归式，对吧？第二个 rule 是一样哦，第三个 rule 也是一样哦，所以线性回归是可以选成矩阵式的，这样可以接受吧？可以吧？好，那至于我要怎么求 beta， 因为 y 跟 x 是已知数嘛 ，y 跟 x 我有样本，我是已知数嘛，对不对？那要怎么求 beta 呢？这个我第四节课解过了，这个有兴趣回去看一下，好不好？我们就先暂且同意，这个 b 就是这么算出来的，这样可以接受啊。就是 x 的矩阵先做转置了以后，先跟 x 两个相乘。乘完以后求反矩阵，那这乘以 x 的转置矩阵再乘以 y， 那我会得到我的 b， 这样可以接受吧？好，那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啊？就是这个我在第四节课的时候就已经讲过了，这个 x 它可能是一个 n 乘 m 的矩阵，这样可以接受吧？它是一个 n 乘 m 的矩阵，n 是多少？ n 是样本数。m 是多少？那个变相数加一，因为有一个截距嘛，对不对？好，所以它转置了以后，是不是 m 乘 n 的矩阵 ？m 乘 n 的矩阵和一个 n 乘 n 的矩阵乘起来是几乘几 ？m 乘 n 的矩阵可以接受吧？好 ，m 乘 n 的矩阵求反矩阵，这个还是 m 乘 n 的矩阵，这个可以接受吧？接着它再乘以一个转置之后又是 m 乘 n 的矩阵，对吧？所以这三个乘起来是不是一个 m 乘 n 的矩阵 ？m 乘 m 乘以 m 乘 n， 那就是 m 乘 n， 这样可以吧？好，最后 y 是一个怎么样的矩阵 ？n 乘一的矩阵，对吧？所以最后就会产生 m 乘一的矩阵，这样可以接受吧？好，那你有没有发现，如果 y 是 n 乘二，可不可以？也可以啊，那最后就乘成 m 乘二，对吧？所以 y 的维度并没有被锁定哦，这件事很重要哦，你们要听懂这件事情哦。没有人规定 y 就只能够放一个哦，在至少在这个矩阵式里面没有这个规定啊。好，那你现在可能，我现在要去证明扩展不影响，这个有点太复杂了，我们就直接看结果好了。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如果我们今天想要用 age。去预测 rate， 这是不是第一条简单线性回归？这样 age 去预测 PR， 这是第二条简单线性回归。这样懂我的意思吧？好，我们来做一个实验呢。你现在看一下，我们来做一个实验。我现在先产生了我的 x 矩阵跟 y 矩阵。我的 x 矩阵它长成这样子，是不是一个 n 乘2的矩阵？可以接受啊 ，x 矩阵是一个 n 乘2的矩阵，我的 y 矩阵呢，
也是一个 n 乘2的矩阵，这样可以吧？那第一个是 rate， 第二个是 PR。那我现在要用 age 去预测这两个 variable， 这样懂我的意思吧？好，那我的 B matrix 要怎么算呢？ x 矩阵求转置以后，转置乘以自己，再 solve 就是转那个反矩阵，反矩阵之后再乘以转置之后自己再乘以 y 矩阵，变成了 B 矩阵。我们来看 B 矩阵，这个 B 矩阵 0.07 79.5 142.6 跟 0.34， 这个是什么意思？我们现在先不谈，好不好？因为我们现在可能搞不清楚这是什么嘛，对不对？那我们先看一个简单一点的。哎，这一个是什么意思？这一行什么意思？我用 age 去预测 rate， 那我的 beta 0跟 beta 1嘛，对不对？那截距是多少？ 79.509 就是，哎，有没有完全一样？分毫不差哦。这个数字是不是跟它完全一样？这样可以接受吧？好，那接着我把 rate 改成 PR， 哎，也是完全一样，对不对？跟这里完全一样。我这边在跟你讲什么话？我想要告诉你的是，啊，当然是第一个是矩阵很方便，第二个是没有人规定这个 y 只能够是一个 output 哦，而且这个 y 可以是随意扩展，它可以一次输出多个 output， 所以从这里我们至少从这个理论上解决了我刚刚要输出多元 output， 就是我现在有三个类别要做预测，我已经知道我的目标是希望输出三个介于0到1之间的数，并且这三个数加起来要1，那现在至少我可以输出三个。现在值域是多少？可没有人要讲的，加个一分吧。如果我直接用线性回归输出三个 output， 三个 output 的值域分别是多少？线性回归 output 的值域是多少？这个问题会不会简单一点？有没有人要回答？来讲时速，对啊，哎，你看你上个礼拜已经讲过啦，对不对？还你同样的答案啊，对不对？所以有三个负无限大到正无限大的数，这样可以吧？可以接受啊。好，那我现在问题来啦，我现在要想办法把三个正无限大到负无限大之间的数转成零到一之间，并且三个加起来要相等于一。我们要怎么做？有没有人要提供 idea？ 好，我想要想出，哎，怎么了？有人要讲话吗？哦，没有。好，我来跟大家想个问题好了。加起来要等于一这件事情好像没有那么难，对不对？就你现在 A、B、C， 现在 A、B、C 三个数字都是正无限大到负无限大之间。你现在要让 A prime、B prime、C prime 加起来要等于一，这应该没有很难啊，就是。你把 a prime 等于 a 加 b 加 c 分之 a，b prime 等于 a 加 b 加 c 分之 b，c prime 等于 a 加 b 加 c 分之 c， 这样加起来铁定会是一嘛，对吧？这个简单的数学不用我特别强调了吧，对不对？分母是一样的吧？那分子那三个 a 也是，这三个加起来也会是 a 加 b 加 c 嘛，所以。所以你最后你要知道一件事哦，如果你希望它加起来是一，你一定是要做到这件事情，就是分母就是他们三个的累加，那分子是他们各自，这样可以吗？好，可是这样有个问题，你仔细想一下，这样有个问题，就是你现在的 A、B、C 是负无限大到正无限大，对不对？所以他们加起来会等于一。但有可能会出现负二加 2.5 加 0.5， 加起来是一没有错啊，这样懂我意思吧？加起来是一没有错，可是问题是这不是我要的啊。那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只要你原始的那个值是个正数，只要是正数哦，如果 A、B、C 都是正数，假设他们三个都是正数。正数的意思就是零到无限大，这样可以接受吧？那
A 加 B 加 C 分之 A 或 B 或 C， 是不是就绝对是一个介于0到1之间的数？是吧？可以了解吧？好，那负无限大到正无限大，我要怎么转成正数？我要怎么把值域做修正？本来是负无限大到正无限大，然后转成0到无限大，怎么做修正？有没有人要提供 idea 的？来讲，平方。平方 log 都错了，怎么办？来讲绝对值。好，我等一下再讲一下，还有没有人要提供答案的？你们三个各加 0.5 分了、啊、好不好？还有吗？还有人要回答、啊、你们讲个方法，讲个 方向没有问题，就是你们做的事情、欸、除了 log 有问题以外， log 你复数怎么取 log 啊？你告诉我。对，除了 log 有问题以外，平方跟绝对值的确都可以把负数变正数，可是他们不好。为什么不好？来，我来跟你们讲一下。你们觉得如果一开始输出，就是一开始你们输出一个东西，负五跟正二，不管是平方或绝对值之后，他们的大小关系是不是会改变？就本来正二是比负五来的大的。但是你不管是平方还是绝对值，你都遇到一样的事情。所以有没有什么好的函数，可以不改变大小关系，可是都把它们改成正数？啊，这样提示很明显啦、啊。有没有人回答的？哎，怎么了？这样，哎，给他好了，好来讲。啊？哦，好、啊。你的方法我现在也一时说不出它有什么缺点、啊、但不是最好的解法，给你加 0.5 分啊。你要不要再讲啊？好、哦、把它平移。好，那我要告诉你们有个更好的方法，就是而且解微分的时候会很好解啊，指数啊一的几次方啊，一的 x 次方啊，对不对？你刚刚讲出了对数，就没有讲指数，怎么可惜？指数负限大到零，指数之后会不会是不是介于是不是就是一个零到一之间的数嘛？对不对？这样可以接受吧？指数，哎，我刚刚讲了，还有一个重点，对不对？刚刚那个这位同学讲的那个方法，我也不知道他错在哪里啊，我一时之间无法反驳，因为大小关系没有改变嘛。可是我刚刚一想到的问题就是，到时候求微分的时候不好解，因为等一下你要，等一下你要那个嘛，你要等一下你知道你要做梯度下降法啦，所以你知道你要求导函数，所以用指数蛮方便的，因为指数对指数微分就是自己嘛，对吧？可以接受。好，所以说我们现在来看哦。我们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的 output 就是0到1之间的数，它听起来是先做指数转换以后再除以把他们三个加，把他们所有人加起来分之自己，这样可以接受吧？好，那我们的 y 要长什么样子呢？我们的 y 就必须长成001就代表这是第三个类别。为什么呢？因为我希望它的 output 是100%的 C， 然后0%的 A， 0%的 B， 这样可以接受吧？那我希望如果它是第一个类别，我希望它的输出是100%的 A， 0%的 B， 0%的 C， 这算是我的标准答案格式，这样可以接受吧？这是我的愿望嘛，这跟我上一节课的愿望差不多，对不对？如果是有病的，如果是 case 组，我希望它的输出几率越接近1越好，若是 Ctrl 组就越接近0越好，这样可以接受吧？那我现在希望这样子，就是这样，就是100就是第一个类别，010就是第二个类别，001就是第三个类别，这样可以接受哦。好，那我刚刚已经讲过我们要用的这个函数啦，叫 softmax。 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要先指数然后再分支，
指数完了之后把它累加起来吧，这样有没有很好记？你应该不会忘记它了啦，这样可以哦。这样可以，应该算蛮简单的吧？好，那现在问题出来了，那问题就是，那我现在有它了，对吧？那我要求它的微分，这个微分要怎么求啊？我们先看结果。你看的结果比较好去想，原来是长什么样子，这样你懂我意思吧？好，你看着哦，你看的结果就是，如你看现在，如果你要求 xi，它看起来 x1，你要对 x1 求微分的话，你要分开求嘛，你要对 x1 求微分的时候，那你是不是有 x1、x2、x3？这样可以接受吧？你对 x1 求微分的时候，上面跟下面都有 x1 嘛，对不对？这样可以接受吧？啊，你对 x2 求微分的时候，那个上面就没有了哦，那是不是就简单很多了？那你就只要对下面求微分，这样就可以了哦。那上面是不是就会不见？所以一定会分成两个状况，一个是 i 等于 j 的时候，也就是说你现在要求的微分。的那个 x1 2 3 x j x i，它刚刚好就等于 x j，它就是一种，这样懂我意思吧？那另外就是它们两个不相等，就是另外一种，这样可以接受吗？好，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啊，就是这个微分的过程啊，你有发现是 i 等于 j 的时候是自己乘以一减自己。我们上节课是不是有遇过一个很类似的东西？S 型函数的微分。我画黑板上好不好？我给大家再看一次 S 型函数长什么样子。然后你会发现 S 型函数跟 softmax 函数长得非常非常像。S 型函数长成什么样子？就是一加上 exp 负 x 分之一。好，这个可以接受吧？可以接受吗？好，这个可以接受。好，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它就等于 exp 这个就是一嘛，对不对？它的零次方嘛，对不对？加上 exp 负 x，然后再 exp 零，这样可以接受吧？上下同时乘以 exp 的 x 次方，上面是一嘛，所以上面就是 exp 的 x 次方，这样可以接受吧？那这个是一嘛，所以直接乘上来 exp 的 x 次方，这样可以接受吧？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本来是 exp 的 x 次方分之一嘛，那再乘以 exp 的 x 次方就是加一嘛，对不对？加一是不是就等于加 exp 零？你发现了没有？它其实根本就是一样的东西啦，只是这个数字被固定了。这样懂我意思吗？就是固定为零。这样懂我意思？Ctrl 固定为零，所以我不用输出两个，就是我固定其中一项是零啊。好，所以说它的微分过程啊，我这边就不特别去解了，因为它微分过程你会发现它会跟那个。就是前面的那个 S 型函数微分是完全一样的，这样懂我意思吗？因为我们等一下还要解很多微分啊，所以这边我必须跳过啊。好，那另外这里，你到时候会，就是你在解的时候，你会发现，那其实到时候有一项就会变成，就是它有一项就没有地方可以用，就会变零这样子。好，那。我们现在要来看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要来看一个，就是就是这个偏导函数，为什么要先给大家看这个偏导函数的原因呢？因为我们现在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 output，我们现在有这样的 prediction function，我们一定要有个 loss function 去让它优化，这样可以接受吧？好，我现在要问大家一件事，那这个 loss function，我们现在先看结果了。结果是长这个样子，
为什么要长这个样子呢？因为刚刚你有看到这个玩意，对不对？刚刚你在求微分的时候，你看到了自己乘以一减自己，然后你知道自己这个 softmax xj 它一定是个0到1之间的数。上一节课我们是不是要设计一个有带有 log 的损失函数，去把这个东西约分给约掉？还记得这件事情吗？这样我们的梯度才会够平滑。好，所以你已经看到答案了，答案是长这个样子。可是我现在要问一件事情啊，我在这里故意把最大概式估计法的过程给去掉，有没有人要告诉我，如果我要用最大概式估计法来求它的损失函数，来定义它的损失函数，这个我说我要怎么开始啊？有没有人要讲的？有没有人要随便讲点话的啊？我现在用最大概式估计法来求，那它应该长什么样子嘞？呀，都没有人要讲话。我们一步一步的，我们一步一步来嘛。我们的最大概式估计法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先定义一个几率分布？我们总得定义一个几率分布嘛，对不对？好，请问一下，多个类别这是什么分布啊？啊，多个类别是什么分布？有人知道的？啊？什么？什么？什么？怎么了？你讲，你不要害羞嘛，讲出来，讲出来啊！怎么了？不要，为什么不跟我分享嘞？讲一下好不好？可以吗？二项分布，多个类别。那你有没有想过，你可以把二项改多项？二项不就是两类吗？你把二项改多项就是答案了，你知道吗？好，不过我这个就是我还是很鼓励你啊，等一下跟助教讲一下要加分，好不好？好，那就是给你加。好，我跟大家讲啊，就是，我预期你们确实是讲不出来，因为没有教过这个名字。这样的，因为你们应该是没有接触过这个分布的，好不好？就没有教过这个名字。可是你现在思考一下，二项分布的几率要怎么算？是不是 c n 取 x 乘上 p 的 x 次方乘上一减 p 的？那个 n 减 x 次方可以接受吧？所以它的核心组成其实是 p 乘以一减 p， 对不对？那它 是不是也可以写成 p 1乘以 p 2？这样懂我意思吧？是不是也可以写成 p 1乘以 p 2乘以 p 3？你这个很容易理解嘛？你现在思考你那个排列组合的那个分布哦，箱子里面有三种球，你本来是两种球，现在变三种球嘛，对不对？那你现在抽，你现在三种球分别是 50%、20%、30%， 你抽中两颗，红球 50%， 蓝球 20%， 黑球 30%， 你抽中两红一黑的几率是多少？啊，就 0.5 的平方再乘上这个你抽中一颗黑球嘛，对不对？黑球我刚刚说多少？ 20% 还 30% 我忘了。好，30%。 啊，30%。 对啊，是不是就这样你就可以算出来了，对吧？前面再乘上一个 C 叉取叉，就这样子嘛。但 C 叉取叉不重要哦，因为 C 叉取叉到时候乘起来之后，它是不是一个？它是不是取完 log 就变常数项了？它是可以丢掉的东西哦。所以我们现在你看上节课我就已经不跟你们讲 c 叉取叉了，对不对？对不对？这样可以了解吗？所以其实它就是 p 1，你抽到 a 就是 p 1嘛，抽到 b 就 p 2，抽到 c 就 p 3。
所以你要知道它的几率分布就是 P1 的 Y1 次方乘以 P2 的 Y2 次方乘以 P3 的 Y3 次方，那 Y1 Y2 Y3 它就是0或1嘛，所以你抽中 Y3， 你抽中第三个那就是 P3， 这样可以接受吧？然后你要把这些几率累乘起来，一样取了 log 以后 Y 会丢到前面，而 Y 从四方向就可以往前移了嘛，对不对？ Y 乘以 log P 把它累加起来，那因为这要最大化它，所以我加个负号就是最小化它，所以这样知道它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了吧？可以接受吧？好，我这边故意跳过一些过程啊，希望你可以，就是因为照道理来讲啊，我期望就是大家在看到这里的时候，应该跟上节课是有个连结的，你会觉得，这里长成这样是理所当然啊，这样可以齁？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那我们要对它求偏导函数，那要怎么求呢？那对，你就是对 pi 求偏导函数嘛，对不对？ y 是常数项丢过来啊，这个不就是 p 这个 log p 求这个偏导函数就是 p 分之一嘛，这个应该可以接受吧？这个就是很简单的，直接带公式就可以出来了。好，接着这两个我们要合起来，我们要用连锁率啦。我们要连锁率，你会发现我现在这样写，就是如果你很熟悉连锁率的话，你就会觉得这样很简单哦。P 等于 softmax x， 然后 P 丢到这个，所以这个函数和这个函数组合成 loss， 这样没有问题吧？ loss 是这个函数跟这个函数的组合，这可以接受吗？好，所以我对 loss 里面的 x 求微分，是不是等于我先对 loss 求 p 的微分，再乘上我对 p 求 x 的微分，我再用连锁率，对不对？这个东西我刚刚是不是写了？这个东西我刚写过啦。这个东西是什么？是不是就是 p 这个 loss 求微分？是不是就这个？是不是就这一项？负 yi 乘上 pj 分之一这一项，这个我们就直接写下来就好了，这样可以哦。那这个东西呢？这个东西我刚刚也写过了，就是自己乘上一减自己嘛。那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如果 i 不等于 j 的时候，它是自己乘上零减自己，这样可以接受吧？那你把这两项加起来啊，因为两个都有负号，所以是减，这样可以接受哦。这个微分是可以加法，是可以分开加的，这样懂我意思吧？如果我是三项的话，就是一项这个，两项这个；如果是四项，就是一项这个，三项这个，这样可以接受我的意思哦。好，接着我要求这个，接着我就把这边直接，注意哦，现在已经没有微分了哦，现在已经没有微分了哦。因为我直接解开就是就没有微分啦、啊、这样可以接受吧？所以你现在看哦，我们现在直接下来变成这个就是我们就把它整理一下嘛，就是约分约掉，这约分约掉是不是就变得比较干净了？那这个零减 P 是不是就是负号移到前面变 YP， 可以接受吧？好，那这里是不是负 Y 加上 YP 加上yi yp 可以接受吧？好，所以如果你是三项的话，是不是这里一次，这里两次？如果你是四项，是不是这里一次，这里三次？那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两个是完全一样的？这两者是完全一样的哦。所以这两个东西它是可以合并的，本来要 i 不等于 j， 现在变成全部都可以合并成同一项了。这样懂我意思？然后还有一件事情 ，p 乘以 y，y 是不是可以往前移？现在 yi 是不是变常数了 ？y 是不是可以往前移？移到 sigma 前面，可以接受吧？p 我不是说所有 p 加起来是一吗？这不是我们刚刚前面定义的吗？哇，那就剩 y 啦！那所以就是这边就是 p 嘛，
哎，等一下，我在讲什么东西？哦，不好意思，我刚刚讲这个 P 是只有 J， 它没有跟着 I 跑，所以 P 只有一项 ，Y 总共只有一项是一啊，剩下都是零。Y 总共有 I 到 M， 总共有很多项嘛，对不对？可是我前面定义 Y 只会有一个是一啊，剩下都是零，对不对？啊，至于出现在哪里，这个不重要。所以无论如何，就只有一项会 P 会留下，所以 P 留下了。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最后算出来就是 PJ 减掉 Y， 这个是不是很像前面 cross entropy 跟那个 cross entropy 跟那个就是那个那个 S 型函数的组合，它最后出来是 P 减 Y 哦。怎么了？怎么听起来好像说不太了？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啦，就是那我们前面已经会解这个了，这个对 x 求微分的最后解是 p 减 y， 那我现在如果还想对 x 里面的东西求微分，那我是不是可以再乘上对 x 求某某东西的微分？我就继续往组合函数继续做嘛。所以我现在把它，我的 L 是不是刚刚的 X？L 是不是刚刚的 X？ 这样可以接受吧 ？L 是刚刚的 X 哦。那现在的 L 是 XB 就是这样的一个矩阵乘上这样的一个矩阵，那它出来会是 P 嘛？这样可以接受啊。好，那我现在对这个求微分，我就是这一组先求微分，然后再乘上对 L 求 B 的微分，我又用了一次连锁律，这样可以接受吗？那前面这一堆我刚刚已经解过啦，就是 P 减 Y， 所以这里是 P 减 Y。好，那这里求微分，这个是不是 X 就只有一次项？求微分就是 B， 直接拿，求 B 的微分就是 X， 就是它的系数嘛 ，X 直接拿下来。好，这边需要注意一点是，你对矩阵求微分，你需要小心它的形状是不是可以相乘的。好，请问一下 ，P 减 Y，P 是几乘？哎 ，P 是不是 n 乘 m？n 乘 m，Y 也是 n 乘 m， 对不对？所以这个必然是 n 乘 m， 这样可以接受吧？那所以我需要一个 n， 需要一个什么东西乘以 n 的东西去跟它相乘，对不对？那什么 n 是不是在这里？所以我对 x 要求转置，这样可以吗？我对 x 要求转置，那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获得最后我的对 b 求微分的结果了，就是 xt 乘上 p 减掉 y。好，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现在你对我们这整个过程啊，你都很难接受，那也没有关系。你只要知道最后的答案，反正你们对微分乘法、微分除法也不见得每个人都可以接受嘛，反正大家就代公式就出来了，对不对？那我现在很，反正解完了就是长这个样子，好像一样哦。一样的话，我们现在就要用梯度下降法来亲手做一次啦。只是这一次的梯度下降法跟上次不太一样，上次是不是 beta 零跟 beta one， 我们是分开求的。我们梯度下降法怎么求的？ Beta 0的下一代等于 Beta 0的上一代减掉 LR 乘上，把 Beta 0带进你的导函数里面，对啊，可以接受吧。好，我们现在要来做一个小实验哦。好，在 R 里面你用 data 这个函数，你可以把一个档案叫出来，这个叫 IRS。这个 IRS 我们来看一下它长什么样子啊。这边有花瓣长度、花瓣宽度、花萼长度、花萼宽度、花萼在这里，花瓣在这里。那你可以得到你的这个是它是哪一种花。这个资料集长这样子，就是总共有三种鸢尾花，这三种鸢尾花名字 不一样，这样可以接受，就有三种不同的品种。那三种不同的品种它的
花的花瓣长度、花瓣宽度、花萼长度、花萼宽度就不太一样嘛，这样可以了解了。那曾经有一个人啊，就是反正这个 Anderson 这个人啊，他就把三种花各记录50朵，然后把这样的 data 把它呈现出来了。所以我们现在试着想要用他去记录了这个花萼花瓣的长度宽度，然后去预测它是哪一种花，这样懂我意思吧？好，那我们的 X 矩阵长成什么样子？我们的 X 矩阵长成这个样子，我们再看一次我们的 X 矩阵，就第一个 column 是一嘛，就是截距，那后面都是这个就是它的那些参数哦，这样可以接受吧？那我们的 Y，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Y 长成什么样子，我们的 Y。前面50朵花都是100，都是第一类。中间的50朵都是010，最下面都是001。你可以看一下它原本的样子，是不是它就是前面50朵、中间50朵、最后50朵都是不同的花？这样可以接受吧？这个语法是怎么产生的？没有那么重要，你只要知道我们现在 x 跟 y 就是确定的了，这样可以齁。好，然后来，我们来用梯度向量法。好，先决定我们要跑5000代，然后我们的 learning rate 是 0.5， 然后我们的 B matrix 的起始值都是0，所以你现在看哦，我们的 B matrix 它现在是0哦，这样可以接受吧？好，那我们 I 等于1的时候，我们就先做，我们要先求出 L 就是 X 跟 B 的这个累乘，然后再求出 P。为什么我们要这个东西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前面的这个，我们要求出 P， 然后 P 跟 Y 相减之后再跟 X 相乘，我们才会得到 B 的梯度，这样可以接受吧？所以先求出 P， 好，先求出 L， 再求出 P， 这个 P 现在因为它全部都是0嘛，所以它全部都是 0.3 0.3 0.3，这样可以齁。然后呢，来P 减 Y，P 减 Y 现在长这个样子，这样可以接受吧？然后再乘上转置之后的 X， 它会变成这个样子。然后再除以 N， 这个除以 N 要不要除都可以啦，因为你这除以 N 是一个常数嘛，对不对？你不除它就只是这个 LR 设小一点而已，这样可以接受吧？好，那我这样就得到了下一个 B matrix， 现在的 B matrix 长成这个样子。好，那我再做一次，然后再看一次我的 B matrix。好，我是不是 B matrix 又改了？好，我就这样做5000次。我们来看看我们的 B matrix 长什么样子。现在这是我们的 B matrix， 这个 B matrix 我们要这个 B matrix 长这样子。我们的第一个，我们如果一个 sample 丢进来，它是不是要先经过这五个数字 ，beta 零加上 beta 1乘以这个长度 ，beta 2乘以宽度，加上 beta 3乘以长度 ，beta 4乘以宽度，然后算出一个 value 嘛，对不对？所以每一个样本进来会算出三个 value 一起 exponential 以后，再除以他们三个累加，这就是 softmax 的几率的输出。这样可以接受啊。好，我们来看一下，看着哦，我们先把每个样本乘上 B matrix 得到 L 把它丢进来做 softmax， 做完 softmax 之后你会得到一个 P， 你看这个 P 它的第一项是什么？ 9.9 乘以10的负一次方，那就是 0.99 嘛， 0.996， 这是多少？ 0.003， 10的负12次方，所以它是不是很倾向这个？第二个样本它是不是也很倾向这个？你看下面哦，它是不是 0.97 0.96， 是不是都是中间这一个？这样可以接受啊。下面呢，你看这里是不是都是 9.6 乘以10的负一次方，那是不是 0.96？好，所以我用一个函数叫做 max column，
这 max current 啊，可以告诉我说这个 P 啊，它最大的 current 在哪里？这一二三三，这样可以接受啊？跟我们的 y 做一个 table， 我们会发现我们的预测的结果是蛮准的。这个是实际值，这个是预测值。我们只有两个样本被我们用预测错了，这样可以接受吗？好，那我们先给大家练习一下好不好？就是在我教大家使用套件的时候，等一下用套件就是比较简单啦，就是我们直接丢串程式码它就可以 work 了。我们请大家先做到这一步好不好？把 B matrix 求出来。好，我们继续好不好？这个刚刚那串语法为什么没有给你们练习题？只是叫你们复制贴上而已，因为那不重要，好不好？就是实际上我们要做多类别预测的时候，我们应该用套件嘛，这样懂我意思吧？其实上节课我们是这样子嘛，对不对？最后其实我们讲了半天，我们还是用 glm 那个函数，对不对？就是求解的过程，我只是想要 demo 给你们看，它其实是这样解出来的。这样懂吧？好，实际上我们还是要用套件。好，那大家现在要下载一个叫 glmnet 的套件。这个套件可以支援，就是这个套件蛮强大的啦，之后会详细介绍。那我们先来教大家这个套件怎么用好了。这个首先啊，这个我们先产生一个 subdata。这个 subdata， 大家看一下这个 subdata 长成什么样子啊？啊，这个、我们应该说，我们先产生一个 x 跟 y， 这个 x 就是 subdata 里面的 age 跟 QTC， 然后 y 就是这个 potassium。那我现在想要用这两个去预测它，这是不是我们之前这是就是线性回归，我们之前教的 lm 这个函数就可以用了嘛，对不对？好，我想要给你们看的是 glmnet 这个函数可以得到跟 lm 一样一模一样的结果，因为 lm 那个我已经有严格的推导证明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glmnet 要怎么用呢？来 glmnet， 然后 x 就等于这个 x 矩阵 ，y 就等于这个 y 矩阵，那 family 等于 Gaussian， 这个代表是我要做连续预测 ，lambda 等于零 ，lambda 等于零。好 ，lambda 等于零是什么意思？哈，这个我大概要到第11课的时候才会教，现在你就一律都放零就对了，这样懂我的意思吧？我到第11课的时候还会再教这个套件，那个时候我就会好好告诉你说这里面有多少参数了，这样懂我意思吧？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结果哦。结果他告诉我截距是 4.244， 斜率是 0.018， 然后跟负 0.003。 好，我们用 lm 这个函数来做。好，这两个结果是不是完全一样？有一点点不一样啊，大概小数点以下可能八九位有一点点差，但几乎没有差啊，对不对？小数点以下八九位有差，有没有关系呢？应该已经几乎没有关系了。为什么会有差？好，我要跟大家讲，因为 lm 这个函数 ，lm 这个函数用的是直接用公式解去解出来的。那我跟大家讲 ，glmnet 这个函数也是用梯度下降法去做的，所以它求的是近似值，这样懂我意思吧？好，那我现在想要跟你讲是说，那你求出这个 fit lm 这个fit glm 这个东西，它是一个物件，这就是你的模型的。你如果要做预测，你可以直接用 predict。然后放模型，再把你的 x 丢进去，这样你就可以得到你的结果。我现在教你们这个东西，产生 data， 然后得到这个 fit glmnet 和使用 predict 函数，这件事情就是你们期末作业要用的东西哦。只是你们期末作业到时候你们会有十几种 model， 你们会用十几种 model， 你们最差最差也得学会一个吧。那你们就至少可以得到一个基本成绩，可能会有个80分，然后加上你们平常有回答20个问题，那你就100。那如果
你比较厉害一点，就你们有一些学长十几个都会，那大概可以调出一个90分这个数字，那你们只要回答10个问题就好了。啊，这个还是很难啊，到时候我会看状况再开放写心得之类的啦，好不好？如果大家分数太难看的话，我会再开放写心得，我会直接寄信给你，跟你说你可以写心得这样子，好不好？因为不然公开讲太难看了，对不对？好。不用，大家有些人分数已经加爆了，好不好啊？我看助教已经有人没有加十几分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哦。来 predict，好，然后 predict 出来这个就是 predict y，就是它预测的结果嘛。这是一堆连续变项。那 cor 是 correlation 的意思，那我们来看它的 correlation 多少？哎，0.28。好，你说好不好？这个都不重要了，好不好？重点只是它可以直接 predict 出来，这样可以好，我现在要做一个很重要的事哦。刚刚的 B matrix 是不是长成这个样子？是不是长成这个样子？这是我刚刚求出来的系数嘛，对不对？好，因为我刚刚求出来的系数，因为那个多类别预测没有一个像 LM 一样这么方便的函数嘛。所以我没有办法拿一个函数来跟我的结果做对比，所以我现在要直接用 GLMNet 这个函数咯，这样可以接受吧？啊，我现在想跟你们讲的是，如果你同意 GLMNet 跟 LM 求出来的结果是差不多的，那我用 GLMNet 做多分类预测得到的结果应该也是可信的吧？好，我们要怎么来做 GLMNet 嘞？来，刚刚我的 data，我先把它分成 x 跟 y。注意这个 x 是没有截距哦，跟我刚刚的 x 不一样哦。你要知道的是，你要丢进 GLMNet 的那个 x 矩阵是不要加截距的。我在算梯度下降法的时候要截距，可是你丢进 GLMNet 的时候不要截距，因为它到时候函数里面会自己帮你加。你刚刚丢到那个线性回归预测的时候也没有加截距啊，你也只有放 age 跟 QDC 啊，这样懂我意思吧？好，然后接着你的 y 刚刚是001跟那个100之类的，对，你现在就直接用类别变项丢进去就好了。好，我们来 fit GLMNet 来看答案，注意这里改成了 multinomial，这个就是多项分布的意思，这样可以吧？Binomial 就是二项分布嘛，这是多项，multinomial 有没有觉得这应该讲大声一点啊？觉得可惜，好，没关系。好，那我们得到了一个 fit GLM 这个结果，那我们来看它的系数喽。等一下，这个系数怎么跟刚刚的 BMAT 怎么差数字差这么多啊？这个截距为什么是21、10跟-31？这个差距怎么那么大？我算错了吗？我算错了吗？大家想一下，我算错了吗？来，我现在要，这个没有加分，可是你们所有人都要举手，不要害怕举错，好不好？乱举一通也可以，觉得这边有一个结果嘛？这是 A 结果，就是 fit GLMNet 的结果，一个是我刚刚梯度下降法解的结果。好，请问一下，觉得 GLMNet 的结果是对的举手。他对，他对，他错，因为他们俩不一样嘛。他对，他错的结果举手。啊，没有人相信，觉得他是对的，他是错的举手。不错，因为实际上我刚刚看起来它是对的啊，对不对？啊，那觉得他们两个都是错的举手。然后最后觉得他们两个都是对的举手。你举手，来，为什么？啊，你为什么会觉得他们两个都对？他们两个答案不一样，为什么会都对？啊？不知道，就有一种感觉，就觉得。虽然答案不一样，但是都对。恭喜你，你答对了。
两个都是对的。好，那我现在公布两个都是对啦、啊，你要不要给你一个加分的机会？只有你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两个答案不一样，结果两个都是对的？可是你们刚你我们之前的那个是数字差一点点，对不对？我们之前我们大家之前说数字不要，因为这是逼近，就是求近似解嘛，对不对？所以数字可以不完全一样，但是那个不完全一样，通常是只差一点点。现在看起来好像不是只差一点点，对不对？啊？好，我给大家。我跟大家公布答案了，好不好？那个没关系啊，还是给你加0.5分了。毕竟你都讲，你至少你学会了这个梯度向法球是近似解嘛，对不对？近似解本来就不会完全一样，至少你学会这件事了，给你加0.5分。等一下跟助教讲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原因出在 softmax 这个函数。softmax 这个函数，它就是有一个。x 然后 exponential 之后再除以自己的累加嘛。哎，我问你一下，如果你现在数字只有三个，好，假设我们都 exponential 完了，假设都 exponential 完了，这个一加二，一二三，然后除以六，和246除以12，这答案不是一样吗？听懂我的意思吗？就是你的假设，你现在有一个 a 等于123，那我 exponential a 除以上 exponential a， 好，这个三个加起来100%吧，对吧？你注意啊 ，a 等于 a 加2。再做一次，答案是一模一样的哦。答案是一模一样的哦。为什么会一模一样？这个可能我要写黑板比较清楚了，好不好？而且我只有用加的是一样的哦。因为你现在有一个 a 和 a 加2，对不对？它不是要 exponential a 次方。所以 sigma exponential 的 a 次方吗？对不对？那你看哦，它是不是可以乘以 exponential 的二次方？这个也乘以 exponential 的二次方，可以吧？指数它是可不可并？可以嘛，对不对？可以，是不是就是等于 exponential 的 a 加二次方 sigma exponential 的 a 加二次方，可以接受吗？所以它不管找平移都可以，这样听懂我的意思吗？它不管找平移都可以，所以那个他们只要相对大小关系就一样就好了，他们没有必要绝对数字要完全一样，这样可以接受吗？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啊？这个可能会给你一个很大的冲击啊。就是可能大学生还没有什么感觉，就是可能大二学长修过生统，生统不是就是要解系数吗？系数不是很重要吗？你现在发现系数其实怎么平移都可以，所以其实就不重要了，对不对？好，所以没关系，就是在统计里面系数还是很重要的。可是我想跟你们讲的是，你们在统计就没有教多分类的模型啦、啊。统计是没有教多分类的模型，因为多分类的模型就是有这个特性，系数就不重要了，所以解释系数没有意义。这些系数是没有必要去解释的，这样懂我意思吧？你看我前面几节课，我是不是会解释说，这个 1.19 是这个什么 age 每提升一个单位？这个什么东西要怎么样，对不对？我是不是有讲好多这样的东西？这节课完全没有解释系数哦。
因为从这个模型开始，系数不重要啊，因为不同系数你会得到同样的答案啊，这样这个系数还会重要吗？就不重要了嘛，对不对？之后有很多模型系数都不重要哦，但是他们会得到一样的答案。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直接用 predict 得到的值哦。predict 得到值，我们会发现，注意我是用 我们是用 fit glm 得到值去做结果哦，他们是非常一致的吧？我用我刚刚的 bmat 跟用 fit glm 得到的预测结果相差无几。他们本来就有近似的问题了，所以答案就本来就不会完全一样。可他们一致性很高，这两个模型的一致性很高，这样可以吧？所以说，然后如果跟实际值相比的话，它也是有两个预测不准，只是预测不准的对象不一样，这样可以接受吗？好，所以说你现在了解，你现在会使用 glnet 这个函数了吧？好，那你如果会使用，我希望我们做一次，就是把刚刚前面的程式码，前面的程式码在这里嘛，先产生 x 跟 y， 然后丢到 glnet 得到 fit glm， 对不对？然后接着拿 fit glm 拿来做预测。请你把 training x 跟 training y 丢去 glm net， 然后做完之后用 validation 跟 test 的结果来看一下结果如何，好不好？好，那这里真的要给大家时间练习啦，那我们给大家大概可能15分钟的时间好了，我们到3点。好，我这个有一些同学是有做出来的啦，那其实也没有很难，但是啊，这个你做出来就是你真的全部做一次之后，你会发现一个事情，就是你的语法其实都没有错，你的语法其实都没有错，可是啊，你会发现你预测出来的结果，你预测出来的结果，你直接去看它的话，看起来都没有什么问题，对不对？可是你实际拿来做 table 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 table 怪怪的。它真的怪怪的吗？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数值好不好？你有没有发现数字每一个数字大小是有不一样，没有错。也就是说什么呢？假如说这个 sample， 它可能无论是哪一个 sample， 它都是认为它都是 not AMI 数字最大，对不对？但是有时候他会觉得，它好像又没有那么像 not AMI， 它好像更像 STEMI。那有时候这个你要自己跟自己比，你要这个自己跟自己比才有感觉，这样懂我意思吗？你如果是这样比的话，它永远都是这个最大，但是这样比的话，你就会感觉到它有差别。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好，如果我们用之前的推导的方法做，结果答案也是一样，没有什么差别，都是几乎所有的 sample 都被预测为 not AMI， 而不是其他的。好，我要跟大家讲，问题是这个问题。类别不平衡问题，什么叫类别不平衡问题？就是说，如果你用 rate 跟 QTC 来同时预测 LVD， 我们先不告诉大家什么是类别不平衡问题哦。虽然你们看字面意思，可能就大家可以了解。可是我要给大家做个实验，也就是说，先前我们不是用 LVD， 就是做逻辑思维规嘛，对不对？逻辑思维规我们比较了解。我们来看逻辑思维规的 output 好不好？好，我们看逻辑思维规的 output， 然后我们也用 glmnet 来做哦。那我们用 glmnet 来做了以后，我们发现了什么？来，你的 predict validation， 它的数字有负有正，对不对？有负有正，对不对？然后我现在用histogram 把它画出来，
你发现它有负有正，对不对？好，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你要做预测的时候，你其实需要准备一个切点。刚刚我们的切点是什么？选数字最大的，对不对？在这里我们要准备一个切点哦。如果我们今天选择的切点是零，我们得到的答案是这样。我们的切点如果是 0.5 的话，我们得到的答案是这样。我们切点如果是1的话，是不是又几乎所有都选 false 了？这很正常，对不对？因为条件变严格啦、啊，对吧？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好，所以说关键在切点，不是说这样的预测不是无效预测，不是无效预测。可是你不能老是说看这三个谁比较大，永远是他比较大。为什么永远是他比较大？因为我们的样本里面 not AMI 的人数比较多。你可以思考一件事情，这机器学习模型是很聪明的。如果今天啊，我们想要这个，我们想要在台湾随便抓一个人来看，然后 AI 要预测这个人是黄皮肤还是白皮肤还是黑皮肤，这个 AI 不需要任何参数，就猜黄皮肤就好了，准确度 99% 以上，这个你们应该相信吧？是 AI 很厉害吗？哦、不是 ，AI 闭着眼睛就猜黄皮肤啦，对不对？是因为黄皮肤的人很多，这不是 AI 很厉害，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吗？那我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好，第一个是我可以选择一个适当的切点，选择一个适当的切点，让他就觉得说我只看这一栏好了，我只看这一栏，然后我去看看。选择一个适当的切点，然后让它可以有比较平衡的预测，这样懂我意思吗？这是一个方法。好，那怎么做呢？哎，很简单。我们之前其实，如果我们要找切点的话，即使是刚刚的那个二元分类的 sample， 我们最好的切点还是在 validation set 里面。找出一个 sensitivity 跟 specificity 最大的 cut point， 以这个来讲，它的 cut point 是多少呢？-0.32。好，那你这样子可以得到一个，说这样子会有最大的 sensitivity 跟 specificity， 这样懂我意思吗？好，如果你想要找出两倍的你想要强调 sensitivity 多一点，你可以两倍的 sensitivity 加 specificity， 这样懂我意思吧？那你就会强调 sensitivity 多一点。举例来说，我们这里把这里改成3乘以，这样我们找到 best cut point， 我们再做一次，你看它是不是就比较强调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就不强调了。这样可以接受吧？那这样子的话，他就会几乎所有的 sample 都会认为是有疾病的。好，那所以说找切点是很重要的。我们来看一下刚刚那个 data， 我们要怎么找切点？我同样再做一次。好，做完之后我们再预测。预测完了以后，我们是不是有这两个矩阵？那其中第一个、第三个 column 是不是 STEMI 的 column？ 那我们假设，因为总共有三类嘛，我们一定可以分成 STEMI 比上其他两类，或者是这个比上其他两类，这样懂我意思吧？所以我们可以，好 ，Y 等于 non-STEMI 就是 non-STEMI 比上其他两类 ，STEMI 比上其他两类。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两个 ROC curve， 那我们就可以在 validation set 里面去找切点，找敏感度跟特异度最大的切点，这样懂我意思吧？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看起来其实就是有预测能力了，就不是没有预测能力了。你看它的这个 sensitivity 跟 specificity 看起来都超过 0.5，
好，我跟大家讲一下，大家看不懂这个图没有关系啦，因为今天这不是统计课，我就是没有必要特别教大家这个图。你只要知道这个 ROC curve， 它这边会有个 area under curve， 对不对？这数字 0.5 就是用猜的，超过 0.5 就代表预测能力，一就代表完美的预测能力。我跟你们讲，你们期末作业交上去的成绩就是用这个 area under curve 评分的，可是你们不用会算，你们只要会预测就好了。所以至少都有50分了，就是你上传，你全部都上传一样的数值，也会有 0.5 啊。这样懂我意思吗？50分再加上你平常回答十个问题，这样就有及格了。不过这样子的话，我可能会写信告诉你说，你要不要写新的？好，不过没有关系啦，应该没有那么难，到时候你就会发现没有那么难了。好，那我们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解决方法其实这样子，有个方法叫 oversampling。我们本来的 level 1是总共5份 ，level 0只有1份。我们可以 repeat 这样的 sample repeat 5次。这样我们 sample 是不是就两边是一样多了？两边是一样多，你是在强迫 AI 它一定要会认，这样懂我意思吗？也就是说，你今天你还是想要这个让 AI 看着照片决定它是皮肤是黄的还是白的还是黑的，可是黄的就比较多啊，那怎么办呢？那就把白人的跟黑人的 sample 多复制几次。复制100次，复制10000次也没有关系，反正就让它复制到跟黄的一样多，这样 AI 就不得不去认了，这样懂我意思吧？好，你要怎么做嘞？来看着哦 ，data 0就是 not AMI 的跟 non STEMI 跟 STEMI 的，我抽5000次，这样子我的 sample 个案数就是一样多了，这样懂我意思吧？注意，我是在哪一个 data set 做？我是在 training data 里面做哦，我不是在 validation set 跟那个 test set 做哦。还记不记得有上节课讲 training data， 你想要怎么搞都可以。这个是不是就是我在乱搞了？好，乱搞了，结果我得到一个新的 training x 跟 training y。那我们来看一下结果，我们还是过程完全一样哦，还是拿来做GeoMNet， 然后得到 predict validation 跟 predict test 哦。好，接着你一样，你再拿去做 table， 你会发现，哎，这虽然预测的说准是没有很准，就是照道理讲应该中间的要多一点，对不对？但好歹预测是有一些变化，这样懂我意思吗？预测好歹是有点变化。那不准归不准啊，但预测有变化这件事很重要，总不是乱猜了，这样懂我的意思吧？好，不过要强调一件事情，多类别预测还是使用 ROC 曲线，就前面这个来做评估指标和找切点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好，那我们今天上课就上到这里。那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 GeoMNet 这个函数好好学。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今天用它来做线性回归，也用它来做逻辑式回归，也用它来做多分类回归，所以这个函数很好用，这样懂我意思吧？而且我告诉你们，我下节课可以不用这个函数了，但也可以用这个函数，这个函数还是可以做下一节课要做的事。那这个函数呢，就算下一节课我用完它了，我到了第11课我还要再用它。所以这函数好好学哦，这函数是你们学到的第一个比较强大的机器学习模型，只是你们现在还没有很了解它。比方说现在我在做它的时候，永远都令浪达等于零，对不对？你们现在还不知道浪达是什么，它有点复杂了，它太复杂了，它必须要到第11课的时候要引入更多，一步一步，到时候你们才会知道这个东西是在什么东西。这样懂我意思吗？好。那今天上课啊，这个基本上要上到这里，但是啊，这个离下课还有一点的时间啊，既然还有一点的时间，我花一些时间
来跟大家解释这个图到底要怎么产生，然后它的意义是什么。好，就是我们现在啊，大家来看一下，假设我们现在是做一个二元分类模型，好，大家看到，我们现在做一个二元分类模型，好，然后我再做，我现在是不是有？我现在是不是有 predict validation 跟我的 validate y？ 这样懂我意思吧？好，我现在做一个小 sample。Validation y 等于 validation y 的1到5个，我就1到5就好了。然后我的 predict validation 也等于这个的1到5，第1到5。好，我现在的 sample 变成这个样子咯，就是我总共就只有5个 sample 咯。我总共就只有5个 sample， 好。我总共就只有5个 sample， 然后我发现了什么事情？这些数值，如果我要找最佳切点的话，我总共有几个可能的切点？总共有4个，因为总共有5个数嘛，我总共有4个可能的切点，对不对？哪4个嘞？我们如果按照大小排序的话，最小的那个最小的数值是这个嘛，对不对？所以负 0.88 可以去切割这两个切点，对不对？所以我可以做一个 table， 大于负 0.88， 这样我是不是可以得到一个这样子的 table？ 这样可以接受吧？这个一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他是有病的人，有病的人总共有3个，对不对？然后这个 true 代表的是它数值大于 0.88， 大于 0.88，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快筛试剂的感觉。 true 就代表快筛阳性，这样懂我意思吧？那三分之三个阳性，三个有病的人有三个阳性，这个数值叫敏感度。这个大一的学过了吗？没有学过没关系，你们现在知道定义了。敏感度的意思就是有病的人分之有病的人当总数当分母，分之有病的人而且有阳性的，这就是敏感度。这样懂我意思吗？你以后看新闻，看到那个 COVID-19 的那个什么快筛试剂，敏感度就是这个意思。他找一群有 COVID-19 真的有 COVID-19 PCR confirm 的人，然后去看他的快筛试剂快筛出来有几个是阳性的，这就是敏感度。特异度的意思就是没有病的人，它 negative 的比例，所以这是阴性。所以这里我是不是左我用负 0.88 当切点的时候，我是不是得到了一个 specificity 等于 0.5， sensitivity 等于 1.0 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可以接受吗？这是我使用负 0.88 来当切点的时候得到的答案。好，那我下一个切点是多少？我下一个切点就是我再下一个数字，这个跟这个数字嘛，对不对？所以负 0.6， 这样可以接受吗？负 0.6， 你得到的组合是 specificity 是 1.0， 对不对？现在是 1.0 了。 sensitivity 是多少？ 1.0， 这样可以接受吗？接下来你下一个切点是多少？这个这两个之间嘛，所以负 0.3。好， specificity 是 100%， sensitivity 是 0.66， 这样可以接受吗？欸，不好意思， 我要再复制一行， 0.66。 好，再下来是负 0.2， 这样可以接受吧？就我把全部都去掉了。好，现在这边是不是 0.33？ 所以我是不是得到了4组敏感度跟特异度的值，在不同切点之下得到的？如果你的 sample 有100个，那你就有99个切点。
如果你 sample 只有五个，就只有四个切点了，这个可以理解吧？好，我现在把这样子的一个 ROC， 我现在画一个 ROC curve 给大家看。好，然后把它 plot 出来。哎，我先清空一下，我带给大家看一下，我把它 plot 出来。好，我跟大家讲，你看到的这个轴是什么？特异度，对不对？这个轴是什么？敏感度，对不对？所以你看，从这里10开始， 10跟01这两个端点是一定会有的。第一个点是 0.5 1.0 0.5 1.0 是特异度50%，敏感度100%，所以在这里，对不对？所以这边有一个叉叉，这样可以接受吧？这个点在哪里？这个点在这里，对不对？所以这里有个叉叉。这个点在哪里？在这里，这里有个叉叉，这里有个叉叉，把这些线连起来，这个就叫 ROC curve。这样懂我意思吗？那这个 ROC curve， 你现在看这个，它的曲线下面积一，就代表它在这里是100%。100%是不是代表满分？以我们的 sample 是不是满分？当然是啊，因为我们有一个切点是100%准的嘛。这样懂我意思吧？好，我经过这样的解说，我希望你们可以了解一件事情，就是 ROC curve 它的本质其实就是在找不同的切点，然后去比较不同的敏感度、特异度组合，然后把它画在线上面，把它画在坐标轴上面，然后去看它曲线下的面积。今天这个 sample 比较小了，所以说它有一个刚好有个切点可以100%准的，这样懂我意思吗？啊 ，sample 大的时候它会切点会比较多嘛，所以你看到会比较平滑，这样懂我意思吗？好，这就是 ROC curve 是什么意思了。好，大家可能可以了解它实际上是怎么做出来的。好，那我们今天上课就上到这里啊，有没有人有问题的？好，没关系，那我们就上课上到这里，大家解散。